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今日咱的来宾哦，过去伫咧软体开发、游戏设计产业有真侪年资历哦，就台湾游戏大厂专去做老师，伫大学内底教 3D 游戏、教 Anime 这个技术哦，教了11年哦。伊讲伊的战场是实不改哦，辅导帮助袂少学生去接头路。不过有一天咧，这个同学就问伊讲哦，老师，你无做好阮看，阮哪会知影这个创业是安怎样咧？所以刚开始伊就决定要甲老师这个头路师傅调哦，让学生知影安怎来创业，来圆一个梦吼。创业了后嘛，推出出真济这个作品哦。最近伊用台湾民俗鬼怪文化做主题，创作拍鬼游戏哦，穿甲是抓袂掉。甲看天地众修魂，汉大人权济拍鬼。今日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邀请你来了解林甲汉的故事。真流行，一般在耍的游戏主题都是以国外文化为主，不过最近出现一个以台湾传统民俗文化各地几啊处传说所打造的电脑游戏。这就是咱台湾人一个，不知是习惯还是安怎，会感觉讲国外物件较水、较好耍，还是国外文化吼比较酷啊，还是安怎？哎啊，都是想讲。咁是安尼，我因为我看到台湾的都得文化啦、元素啊，啥物是足水足迷人的，我就想讲我来做看卖。为着要呈现真实感，林甲汉实际去几啊处翕相记录建筑物的每一个细节材质，都袂当轻彩。年代，年代都重要的。啥物是年代？就是讲，阮看这个水泥啦、砖啊，这是正嘛是购物的物件，但是拢伫较油的所在，就是像雕梁画栋，好，有的雕梁就是藏伫所内面的，好，有的雕材啊，有的雕，像这牌坊，其实这牌坊看起来敢若是一个四四方方砌起来的物件，其实唔是哦，顶管有一个瓦片落来屋顶的，就像迄外口迄。厝，伊是像三合院迄种诶，三角形诶。游戏中出现三个老建筑，拢充满当年诶时代感。这嘛是林甲汉真喜欢诶台湾老厝。我进做这游戏就是找台湾诶老建筑哈，嘛可能讲因诶消息，准备诶消息咧吼。诶，建筑阮着用电脑加保留落来。哦，你咱是用 3D 造镇诶技术，哦加保留落来。啊，以后就是玩家会当看到以前以细汉啊曾经存在的建筑物，在我游戏里是玩得到的。除了实际去几啊处看景，伫游戏中的主角嘛是真实的故事改编。故事的主角是来自高雄地甲镇的一位老将卡。虽然主角已经过身了，不过共团的师兄弟嘛拢是自细汉就做会跳八家将，一跳就是一世人。大哥，你是几岁开始跳的？我十三岁。啊，当初为什么来跳这個？好奇，兴趣啊，好奇，啊，学，哪跳的？国小差不多六年二的啊。国小六年八岁，啊，我进五十米啊，到今还搁咧跳啊。我担心我是坚持无爱互阮后生学呢。为什么？嘿啊，因为我知影跳这忝嘛，足忝嘛，啊，我无爱学，伊都坚持要学啊，啊，要学到伊会。就出庭啊好啊，甲你会晓跳啊，你就来替服人民服务啊。百家将伊就是兴师，出去外口有一挂咧做歹代志的这个鬼，人讲要掠鬼要啥，就是讲有一挂咱汉奸有好人歹人。伫地府嘛是有恶鬼、好鬼、歹鬼，啊，所以因咧出去，你做恶多端的鬼，伊就是遐百家将，就是去咧掠鬼，哦，掠遐歹。
将台湾的庙宇文化利用电脑游戏呈现出来，那和少年人透过无同款的方式认识咱的本土文化，嘛透过网络将台湾宫庙神像这传统传到全世界。要看天地将修魂，撼大人权，这拍鬼哦！今日咱就邀请到拍鬼这游戏制作人来到咱节目现场。你好，哎，主持人你好。哇，是安怎？这个咱讲这个玉涵天地将修魂，撼大人权，这拍鬼。玉涵是用你这个山角的这个玉啊，涵哦是真这个汉草真好，然后这拍鬼，这个拍鬼是咱这个游戏的名，然后为什么叫做拍鬼呢？拍鬼哦，这是台语嘛？是。咱一开始嘛是想讲这游戏爱叫什么名？是。所以咱翻译英文，遐有朋友，国外的朋友伊就想讲，哎，咱来学这名。是。我就好，我就写七到八，英文，给外国人，因为我爱行国际嘛。是。希望国外国人会当了解讲，咱的文化吼是有咱的艺术节，因为把咱叫。啊，你有写足侪哦，什么 Lion Duck 啦， Lion 什么 Buster 啦，什么特工队嘛，类似于种。而且你讲，哎，你讲，哇，恁这英文吼，那也遮熟烂，因是讲，那也遮无聊啦，遮无聊哈。那拢是只讲什么太阳、月亮，还是阴阳啊，什么嘢啊？因你刚刚讲 Lion Duck 这名是无好。哦，外国人是无兴趣，但是定咧经啊，最后一个叫拍鬼啊，是奇怪，全部阿多家人就爱伊咧，全部唔知是为虾米啊，咱嘛唔知嘛，啊我嘛啊咱台湾人就感觉奇怪，啊你嘛唔知啊，这是啥物意思？啊这是台语呢？啊因就感觉哦，这名有够顺，有够这个开口。对啊，点起来做艺术，啊，唔知是啥物件。是，来人 dark 无好啦，拍鬼较实在啦。对，所以咱爱投票，全部拢叫拍鬼。是，所以我就啊，咱台湾人都加够奇怪，哎，拜托你，请因录音，念予咱听看卖。哎，一念起来，就真正是拍鬼嘞。啊，阮听，哎呦，错者，这外国人写还讲台语啊，啊就足准啊，音真准啊，真水啊呢。对，按个解，那就用啊。是，所以这个拍鬼这个玩耍嘛，是这个台湾这个耍游戏的人会当耍国际，嘛会当来做一下记接啦吼。尤其咱咧讲拍鬼这个游戏啦吼，是记接着这个过去228的这个背景，甲这个时代啊，结合着咱这个台湾民俗文化吼，这个故事有两条线，先甲这个观众朋友了解一下。好，咱这个故事吼有两条线，一个是咱台湾经历过的一个事件，历史是哦，因为阮。希望讲咱的游戏哦，唔是游戏尔，有啊，也是有一个意义伫内面，有一个价值伫内面。啊，第二个是民俗文化，是，这是台湾，因为这台湾就是讲你看一个国家百几个宗教伫内面，是，啊，咱就外口行几步路就一个宗庙，哎呀，啊，所以讲咱这文化是足济，哦，足水的，啊嘛足济啊，所以讲。就是讲这两条线，希望讲会当结合。是，啊，就是讲，和耍游戏的人，不管是台湾人还是国外的人，因就是会当感受到台湾的文化了后，可以当看到台湾发生的代志。是，和外国人知影讲，这就是台湾。尤其咱讲这个台湾这个民俗文化，利用到这个百家讲也好啊，这个观众秀也好，特别用这两个元素吼。来要掠鬼啦吼，所以内底人物嘛是爱甲咱了解一下。对，我一开始就是想讲爱观众就开始，还是百家讲开始。是，哦，但是我想了就是讲，因为百家讲吼较复杂，伊个来源是大陆遐开始的，但是为大陆遐所在，各三个所在开始。是，哦，我就哇，这是较慢的。因为观众就是咱台湾土生土长的人头，啊，因佫是阮台湾人家起，我就想讲，哎，先为台湾开始好。有影，嘿，就跟观众就开始，因为这来源足清楚的啦，是，就是迄个新庄地藏庵遐来的，所以讲我这个观众就是表现类，去做类，哦嘛，互台湾人。
了解，因为台湾人有的人佫唔知影讲观众就甲北加将是插入队。是，我知道就先北加观众就先开始。有影。啊啊，哦，大家先了解一下。嗯哼。啊，外国人一算，嘛先知影讲，哦，这电头是为台湾开始的。嗯，是安尼。有影啦吼，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这个人物哦，是咱一个故事啦吼。是是。就是讲伊较早失去父母啦。啊，这个部分啊，豆豆去找伊的这个亲人，这个过程，所以这游戏会当开始去推展去进行。所以对着伊的脚步，咱讲伊是用这个第三人称啊，吼，就是唔是用这个主观的镜头落去看吼。这嘛个咱观众朋友了解一下，这游戏的进行为什么有这个设计这个表现的这个概念？好，因为咱设计这个镜头来面吼，就是讲伊是做美丽镜，好按。阮用第三人称第一个啦，算游戏的人伊袂头晕啊。嗯，头袂晕啦吼。嘿嘿嘿，啊，一晕落你算着差不多五分钟，五分钟你就忝嘛。所以讲，哎，第三人称是较好。是。啊，第二个是阮做这个整啊台面嘛吼，这是3D 照这样做起来，因为镜足大。嗯哼。哦，伊差不多1:1公里吧，所以咱一比一看到拢是台湾的。厝，哦，蒙阿波，几下厝上面拢做大啊，所以咱做起来是，你真正都是上好的，嗯，上爽快，算起来上爽快。是，头拄仔讲到这个几下厝，是，这个台湾三大几下厝，咱这个游戏内底，咪当做伙行透透，然后倒三个咧。哦，这个民雄鬼屋，嗯，哦啊，这个台南的杏林医院，是，佮一个。基隆、水丰、台金、台金戏院、是瑞芳，所以讲三个鬼啊厝就是台湾的北中南各一间，拢一间啦吼，真公平。这后山也无照顾到啦吼。东边的我搁来收一个，我搁咧吹，搁咧吹，搁咧吹。不过用到这个鬼啊厝，其实有一个故事啦吼。你搁特别请你这个学生，伊看会到的，看会到啥？哦，因就是看会到迄个世界啦。伊是甲我讲啦，伊袂当讲鬼。伊爱甲学生教习老师诶，你袂当讲鬼哦。是，你爱讲阴呐。阴吼。哦，因为讲，伊好兄弟哦，一听到有人咧讲阴的时候，会话来。拢甲我教足济。是。所以讲，我去鬼啊厝。是。我以前哦，就讲一个人弄你。嗯。开始去想啥物？哦，冲到家己就要爬出来，这个身体感受真无好啦，可能这个耳孔会开始听袂到，啊，这个心脏可能嘛会跳足紧的。诶，温度第一个就唔对，外口会流汗，啊，一入边会皮皮喘咧，啊，内面无开啥物冷气无哦，啊，第二个就是耳孔会紧啊，第三个口会干，是，讲不出来吼，太冷卡，太冷卡，所以我去过一次。到台南去金的时阵吼，是爬出来。后来讲咧受危险嘛。我就想着讲，我教阿星教千几人，啊，真正教着一个。像迄个索菲亚同款的，是种体质的阿星。伊就开始甲我教，讲哦，你爱去，第二你爱九点，我会知影九点。会知影九点。时间嘛，这里研究过。到下晡的三点，较会当入去，其他时间你袂当入去哦。是。会就教我教。啊，所以阮到后来就是去新的几啊厝啊，就带因去，也保护团队。是，伊看讲，遮危险哦，卖过，吼，啊，遮会使。啊，所以伊可以帮我画来。画讲这个图，都伊看得到，看得到的所在。做特别的迄种阴啊，阴吼，伊就甲画来。吼，啊，我是画厝的嘛，因为我是去3D 的建模嘛，所以。咱一个几啊厝了，当然是两本册。我就开这两本册做个游戏内面。是，所以讲咱算个游戏内面几啊厝吼，唔是起厝鸟，啊内面是有啥物阴伫内底。阴吼是说啥物款？拢伫内面。哇塞！所以咱好这个算游戏的人，真正是感受伫这个内底，真正看到阴的这个感受啦吼。咱是安尼。讲生笑啦，就是讲，咱是做上深的数位典藏，上深的数位典藏，有影哦。这三个这个鬼啊厝，咱讲闽南的这个鬼啊厝啦，还有咱讲的这个台南，吼，还有这个嘉义，嘉义是咱这个闽南嘛吼，还有是台北这个水丰家啦吼。对对对。哇，所以你行到这三间，自本地唔敢去，到尾啊有这个学生的这个倒帮站，
啊买啊，佫会使推出出这个游戏。啊嘛，即阵啊吼，咱讲伫咧 Steam 这个平台头顶已经推出出去啊，真侪耍游戏的人，唔那是咱国内国外回馈予你是虾米咧？啊对，耍到靠家，靠家呢？啊哪讲咧？因为咱这個故事吼是台湾有发生过的啊，佫是伊是改编过来的啦，就是为高雄的地作案，高雄的地甲灯，地甲灯是，遐，因为我遐一开始是听着一半的故事，所以我就这故事真足短，但是足感动，是，哎，足感动的我就想讲，我就甲台湾各文化啦、元素啦，全部拢结合起来，是。做看卖，尤其你要去找这个奖秀，或者是讲百家奖的时阵，你特别伫这个网络头顶看到伊的影片，但是要去找的时阵，这人已经成过往了。对，足可惜的，因为伊个动作太水，水甲吼，我着因为咱伊个动作爱保持落来，是，得爱用伊个 motion capture 动作捕捉系统，是，甲你压落来。我已经公司已经找好啊，我爱找迄老人啊，因为迄。三个脚步一打落，我就知影哇，这是跳上少八十档的，这跳六十年一定有的啦，走袂去的，一世人的，伊就身边的囡仔，安尼一看到哇，这个爱一定爱找因，是，我一去强庙一问，两年前就过身去，太可惜了，是，所以讲，我去强庙安尼一抓了，伊就甲我讲，其实边仔的老人，你看你咧镜镜头，你家己看。全部拢白头毛，是，哎，因水一跳，是三十几个人，在一日咧跳，二个几个就外口咧保护，是安怎？外口顶头咧跳，唔是晒日，就是落雨，是，一两点钟就倒一个，因为拢老岁仔人，是，外口就一个水上礼拜救，因是安尼咧跳，用命咧跳，用性命咧跳，因真嘛是安尼，是，所以，我就互因感动，一感动落，我就挡袂掉，我就拜托公庙。这故事敢会当？虽然我迄时阵只有听了后一半，我就拜托公庙讲，这故事敢会当互我用？我甲做游戏内面，是嘛，帮你推广。因就讲好，伊嘛足欢喜啊。是，因为因遐拢老岁仔人，伊嘛毋捌网络啊。咱少年人是网络就足够啦。但是文化一地，得爱找，爱甲请教。是，公庙安尼常常走。所以咱就安尼合作，哈，结合起来，还效果阁袂歹。所以这三档来了吼，就是一直咧走庙，去找这个元素，找这个这个台湾精神吼，咱这个顶头的文化，咱再继续要来带大家看讲，你伫过去这个学习过程，应该是真爱这个画图的这个人吼，但是做这个会向画图的人，甲入去这个游戏这个产业内底，到底有啥物物件，咱先做回来看。林家看 3D 的动画作品，除了有拍过以外，早前也伫网络推出过台湾头一本的政治漫画。有这么厉害的动画能力，伊讲其实自细汉，伊上喜欢的就是画图。我细汉就是会捏迄个日历，开始在画。因为我细汉伫客家村大汉，所以咱。兄弟姐妹五人的，想要画就捏，想要画就捏。我阿公就回来，今仔已经十八号啊，那安尼，不是要用什么？伊要，要也不也。细汉爱画图，将大日的纸当作画图纸，和亲戚摸唔到也不的时间。大汉了后，为着和家己画图的能力有提升，林家汉嘛家己欠钱买册来学习。先帮阮爸做扛棒，阮家是做扛棒的，所以我会晓做扛棒哦，挂四度啊、阿库里啊、啥物的接电线我拢会晓。细汉就咧斗三工，趁一寡收费，我着开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阵，我有三本册，我着买册回来就开始看电脑安尼操作。在迄个年代，网络资源并不济，伫网络顶嘛无任何的教学分享。看册学难免会拄到无法度解决的问题。林家汉讲，册写写个，突然间脑筋就通了。操作袂出来，嘛无人通会当问。迄个年代嘛无啥物网络，就数据机尔，接票机个哦，迄种好足慢的迄个年代。我着要安怎嘛无人通问，十七八岁尔，
就塞车啊，啊换第二本来，啊，迄本就卡关嘛，无法度读落啊嘛，啊换第二本，哦，啊第二本佫卡关就塞车嘛，啊换第三本就安尼，啊到第三本，因为安尼直直安尼学，直直安尼学了都开始熟啊，观念开始有啊，会通啊。唔呐，伫学习的过程，拢爱靠家己，就连厝内面的人、身躯边的朋友，嘛拢无看好画图这个行业。哦，你爱遮爱画哦，你就是外口迄种啊，摕，哦，就孤伫外口迄种帮人画图的啊，一张十块、五十块迄种的，伫安尼甲我敲西啊，哎呀，啊，我就爱画也无变怎，替我转来，要找工也无好找嘛，哦，因为无经验嘛。啊，厝里嘛是无看好啦，就讲啊台啊高雄嘛，这嘛不是台北，这是高雄呢。哦啊，这个行业足少足少的啊，你唔知要找啥东西，啊不就转来做工棒啦。淡薄啊，无奈也笑声，代表着过去一路行来的酸甜苦涩。不过现在林家汉嘛用作品来证明家己，虽然过程行了辛苦，不过成果真有价值。你拄着种代志有意思哦，我带你去公庙处理啊，简单啊，我靠我靠着三斤嘛，哎，我搁咧坑安全无尔呢，冲出来哦，哎，歹势哦，下一人，你卖我来，你卖莫我来哦，你卖你卖吼，歹势，你叫我到我都处理啦，哇，完全借住，哦，单死的你，我头着走，我就不。贵咧，伊是结合着咱讲的这个台湾民俗、宗庙这个文化吼，甲这个历史背景做伙甲斗起来，这个两个元素滴啦吼。相信你应该就是真这个信仰吼，都应该是这个宗庙文化的嘛。因为讲我一开始阮厝里是基督教，好，哎，因为咱基督教着爱主嘛，是，听圣经嘛，对嘛，我就是。上皮的迄种囡仔，上皮的囡仔，系啊，有食饭较会搞迄种啊，啊，打礼拜咧，做礼拜，是，系啦，啊，就是到国中的时阵啊，啊，就有发现一挂代志，就是我有卡着音啦，卡着音嘛，诶，国中的时阵就去九山，桥都拜，哦，拉着迄行吧，啊，就班长就徛徛迄条。车甲人就飞出去啊！哎呀，全部同学就落来看，哎，你是安怎徛的？啊，你伫四五十中间呢？你是边啊嘛无人啊？伊就看有两个人冲出来。是。然后我就徛伫我班长上后边，伊伫我头前尔，伊反正在拢看一清二楚。是。哎呀，我就无物件，但是我唔知影互啥物物件拍的。啊，当作是零件是安怎？但是无啊，无老火啊。啊，迄就是我的嘴角遮就两条，两条乌青，乌青哦。诶，甲咱聊一下，甲老火安尼，够恐怖啊！是，我为即迄天了后，回来就无法度困，一个月，一个月无法度困，一困了就跌，一困就跌。诶，啊，迄个时阵就出来得要有信用，爸爸妈妈。所以你应该去找找，家己去找找一寡。对，因为阮爸母伊是无信外口的嘛，哎，啊，就我的学长，哦，就讲，哎，你拄着种代志有意思哦，我带你去公庙处理啊，简单啊，我靠，外口就三斤嘛，等着好，我就想讲，哦，咱有人甲我救，当然嘛好。讲甲一到尔，我都拜一停落，哎，袂讲冲出来呢，冲出来，哎，我讲你坑。坑安全无尔呢，冲出来哦！嘿，歹势哦，下一人，你卖我来，你卖莫我来哦，你卖你卖吼，歹势，你叫我到我都处理啦。哇，完全借住，哦，单死的你，我头就走，我就哇，去钱喏，是，哇，我迄学长都欢喜，原来哦，今天真是今天哦，哦，赞，去个第二间，赶快呢。内面的庙不冲嘛冲出来，卖我来卖我来，来处理。是哦，你这个吼，我恁家是大公庙呢。歹势，无多。哦，你这收钱嘛啦。这是你家己的代志。是。到第三间，
就爱立钱的迄种啊，老老的处理处理，当作应该会使吧，钱拢付啊，好无哦，一当伊愈歹困，搁歹困，一困起来，一开始是有人咧缀你，后来是一台车，一台车规定的对吧？缀伫身躯顶悬，动拢袂动，啊，伊讲往时到底发生什么代，我家己嘛唔知，有影吼，啊对。亲身经历着一个经过，是。不过你头拄仔有讲这个较无好困啊，是因为这个可能晚清祭祖较济，但是利用着这个较无好困的这个时间来做创作了吼。对，因为咱这个创业嘛，真正压力足济啊。不是单尔，搁济，搁无法度处理的时阵，哦，一个两个三个挡袂掉的时阵，就袂困啊，人就是安尼嘛，足正常。啊。后来我就想讲，因为我想要好困，因为明仔载佫要做工课。是。我逐工做工课嘛，做14到16点钟啦。因为我平常就是伫电脑顶管，后壁伫眠床顶管。就这两个所在呢。眠床顶就咧想这 idea 啦吼。对，啊就歹困着，浪费时间啊，算了，那就归去想工课啦。啊就安尼想，啊暗时半暝3-4点，一个人跳起来嘛。手机摕起来开始写字，哦，想到什么足精彩的嘛，是，写写搁等落。啊，所以我暗时就是安尼，3-4点困过，会笑呢，会笑，那种足恐怖。啊，有诶时阵想到足感动啊，咧直直哭啊咧。我迄拍过诶，迄内面的故事就是安尼想出，一种一举两得啦。是，后来就蛮好困啦，蛮好困啦吼，因为想工课诶代志嘛，是，会忝。啊嘛会当。处理掉我这视频的问题。是，啊，咱咧讲这个游戏本身啊吼，那是有这个好的音乐来做帮衬，会更加这个游戏更加强啦吼。对。游戏这个音乐，你有选到多少个团体咧？哦，会把郭菜夹，哎，哦，阿哥就一级玩家，佮一个三生现役，是，哦，佮一个百合花，啊，都得奖呢吼，金鹰奖哦，是，阿哥一个张卫凡老师，哎，啊，因为这。因为我一开始，因为咱是都在做游戏，所以咱无足济经费，是，所以咱拢只好去找吼，会当伊嘛需要曝光的吼，做伙合作意念合作的，对，我就安尼做，因为我嘛是惊讲，我一个找可能收班，是，可能等半年人无来，我就浪费半年，一到全部拢吹啦，哎，3-4个，啊在啊，意念相共遐济。最后全部拢答应要来，嗯，哦，我就欢喜噶，哎，我就做变命咧做嘛，卖互人闹亏，有影，哎，好遐人，我们拍鬼个会使，伊嘛都满意啦，有影啦吼，啊，咱讲这拍鬼哦，尤其要讲台语这地啦吼，你嘛是推煞有着的，我伫网络头顶看到恁要找这个台语这个腔口家己的腔吼，伫网络头顶找啊找，啊，尾啊伫倒位找着，伫外婆家找着，因为我。本来是要放弃，因为这手歹找啊，第一个你找一个八岁音啊，啊，你个越讲台语讲了水的，无贵的，无简单啊，是啦，哎呀，啊，因为内面个台语个夹一挂啥物国语啦、英文啦，那个我白讲的，是，迄个就歹找的地方，平地是找无的，还去个山里要找，我就有一天我就想到，我在山里内面我外婆家遐。会钓呢，因遐阿公阿嬷嘛是讲台语，讲80年、90年的拢有啊。是，哇，伫遐，啊虽然拢臭鱼人，啊无就是无爱都看字，因未捌字啦，是，目睭嘛无好，所以你爱一句一句甲因教，对，啊哪个教咧？哦，我就念一句，嘿，就我的游戏内面就讲有拍音那的话啦，有拍音那的话，哈，就是讲啊，食没来啊创啊。我真是就安尼讲，哦，这个开口都爱出，但是阿嬷会歹势，我头拄仔就是讲，你这阿门伫外口咧创啥？阿嬷就会惊嘛，会歹势，你这阿门伫外口咧创啥？无阿嬷你爱较歹哦，这阿门咧创啊，讲啊我都烧声，阿嬷较起来咁啦，阿嬷感情嘛是爱培养，是培养到哎，大家我已经讲啊烧声，阿嬷讲啊做大声的时阵。伊差不多会减一半，哦，所以我讲啊，匹配叫尽全力，对，是啊，伊讲会较会到位，嗯，诶，迄拍度较会到，是，对。
哇，所以你嘛是开真侪时间啊！咱咧讲做这个游戏本身，你的这个工课，恁这个三个人的团体尔，你是做游戏本身吼，啊建立这个模型，啊你嘛去亲身来教这个阿嬷来讲这个台词，真不简单。对，哦，因本来就是台语讲了足水啦，嗯，但是讲咱游戏内面，伊是讲台词嘛，是啊，台词就是有的可能会成语出现。因为无爱多讲，我就来转移，来转过啦吼。所以讲阿嬷，所以讲咱由于算甲像听阿嬷的声吼，其实阿嬷讲的就是安尼，三里五里尔啦。伊袂讲热热等，是睁开的人拢安尼，三里五里就解决啦吼。对，是。咱继续要带观众朋友看啥嘞？看讲这个你这个动画，这个 anime 啦吼，你讲拍独立游戏。啊，买当看到讲，其实做这独立游戏伫台湾拄到的困境啦吼，你所拄到嘛可能是规个这個台湾产业会拄到的问题啦，咱先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林阿康做兵回来，开始找头路，伫游戏公司上班几冬，了后有机会去学校做老师，实际教学生如何阅读，导致教育嘛才发现台湾教育资源的不足。我去大学一教者，我讲啊。全校那剩我一个人会晓教这种哦，啊，其他拢是做理论较侪啦，理论啊、论文啊、期刊迄种的，就是较无实战的这方面啦，足少哦，私立、国立拢共款，所以我就哇，所以我入去大汉，足紧就变老师啊，因为学生啊，因为学生需要嘛，学校嘛需要嘛。你好好嘛讲，哇，外口的人足歹找，我一入去安尼一教，就教十冬吧，我尽量教。伫学校教册迄几冬，嘛互林家康发觉到，咱咧教学生才会专业技能，但是却无真正做好学生看要如何创业观望，所以后来伊决定失去头路，家己出来创业。不过讲起创业的过程，又阁是另外一段故事。以前我嘛袂爱出门。但是方便较出门，啊，资金无够，就要出去找，啊，人才找无，去网络找，无够，搁爱去台北找。即几冬开始有一挂台湾家己制作的电脑游戏，不过要制作独立的电脑游戏，其实真无简单。啊，我伫游戏产业工工作已经超过15年啊，过去我伫做起源进程哦，应该差不多。在迄个不管你是讲诶网络游戏哦，手机游戏，还是讲迄个博缴诶迄款，我大几项我拢有做过啦。你若是要开发一个游戏，你这你诶团队会当足大，买当就人就少嘛有可能。你若是一个普通诶团队，差不多是15到20人。你若是有一个15到20人诶开发团队啊，差不多一年都要开差不多1000万左右。但是1000万只是讲你开发游戏一年诶时间差不多1000万。若是一年你真顺利，你已经开发游戏已经开发完啊，你搁爱迄个行销你诶游戏，你行销游戏可能搁爱开2000到3000，或甚至以上诶钱。所以你讲你要做一个游戏啊，而且把伊推到迄个市场上，互大家来耍，其实伊个开的时间甲钱拢足侪啊。因为大环境的关系，台湾对电脑游戏这部分投资的资源甲政策方向拢无够明确，伫发展过程中嘛拄到一寡问题。那我想讲台湾上爱注意的一个情况都是吼，因为你伫个游戏产业来讲。会当赚上侪，上侪钱的，就是你会当开发出一个IP intellectual property， 就是讲智慧财产。你有一个 IP， 真正予足侪人喜欢的，所以你迄所产生的迄价值吼，不只是你卖迄个游戏的钱，佮有迄周边啊，佮有一足侪衍生的一些商品的钱，才是上重要的。
台湾游戏市场的上阶段，国外游戏不断推出新的作品，所以台湾的游戏产业袂当只靠代理，必须要有自己的产品，而且创造出产品的价值，才当让台湾游戏产业有竞争力，继续研发游戏加技术，希望总有一天全球会开始流行台湾味的游戏。各项天地众修魂，汉大人权坐拍鬼。今日咱阁邀请到咱的这个拍鬼的这个游戏制作人吼，即阵要来阁请教你吼。这先讲这个人物，啊，阁有啥物这个部分吼，拢会当画甲这样优咯。你伫倒开始学的，家己应该最爱画图的啦吼。是是是，为细汉就是爱画图，还袂写字之前就咧画图。是，就是咱之前咱细汉的时阵。有迄金金伯兄弟，吼，咱着爱画图，因为咱瘦嘛，无钱，通买玩具，啊，着有伫电视间看了，哇，着足想要耍着还是啥物啊？啊，咱着无物件，着糊尔嘛，啊，涂安尼水尔，是，着啊，咱提笔的，提笔，提纸吼，啊，着拆迄个贴纸，伫拆，拆乱，啊，五个兄弟嘛。一人一张，买画几张就开始听，开始画，啊画啊足欢喜的，啊画画咧，阿公就入来去看，哎，啊十八岁啊，啊，那安尼怎毋是看才一岁尔？啊，去开始，爱去，爱去种田，种田啊，还是爱野种啊，野种啊，啥物的，哎呀，大伯就冲入来，无啦，迄时间唔对啦，那安尼，囡仔拢家己听了了啦。伊会开始看啊，迄孙仔全部哪拢一人一张安尼画，哦啊，我阿妈就讲安尼袂使，就讲找较旧的一本，安尼学安尼画，安尼细汉时安尼开始画图。是啦，爱画图，自家表现吼，险啊吼，这个修行静坐，这个期间分唔掉去啦吼。啊，咱即讲这个少年时代啦吼，啊较过家咧吼，都入去啊这个游戏产业内底啦吼，游戏产业内底你做偌久？产业内底我是差不多。做五年，就是退伍了后去游戏公司做五年，是啊，过来就是有这机会啦，去大学教书，是啊，差不多十档、十一档还是十二档，差不多超过十档，后来就嘛去到差不多啊啦。学生伊啊特别问你问题啊，讲教这个创业，那是无创业嘞。对啊，学生就讲，哎，老师，你公司游戏公司来，我知嘛，但是你讲错样就无，听起来就无什么说服力啊。是，哎，我就讲，哎呦，哦，你这个大事，真正搞死啊哦，搞死囡啊。哎呀，哦，我就做到这学期就好啊。我去开公司啊，做给恁看，我就真正出去。是，哎呀，啊，就做真的这拍鬼做出来。就是讲，因为我那是为公司下来。我就看到讲，诶，大学时发生啥物代志，咱公司找人才歹找。但系去大学了后，就发现，哦，原来大学拢无咧教这个哦，好，我就做拼命咧教。教了后，但是网络时代到啊。是。我就讲，安尼出去应该嘛是有发展嘛，应该是袂歹啊。就是往迄学生囡仔安尼去一个，啊，安尼拄好。我业界嘛有，学界嘛有嘛，是啊，创业各类大三元，好都好啦，然后就，然后做做头家啦，做老领官，是安尼。但是这个做头家嘛，无遐尼简单嘞。咱咧讲这个拍鬼，这个成立啊，这个三档外来吼，都非常艰苦。哦，这个艰苦吼是，我差不多公司开两档吧，超过我以前二十档的艰苦。艰苦是，因为以前做工课就是。我一个月就做好一个代志，领薪水呢。一个工课呢，哦，头家是做了，差不多做十个人的工课，差不多。就是我建模嘛，我搁要想，搁要编剧，搁要扫便所，搁要倒粪扫，什么乱家己来。校长唔呐讲真啦，还搁做这代志安尼。对。啊，资金安怎来？是资金安怎来？啊，可能三个月就要烧掉。
我各位开始想，我爱三个月来了内面，揣50万还是100万入来？嗯，是安尼。揣钱的这个艰苦的啦吼。哦，重要就是安尼啦。嗯嗯。所以即阵啊，你已经入去创业这个阶段，学生进前甲你问，讲老师你也无创业给我看，啊，我哪知影创业是啥？啊，你真正投入去啊。嗯。啊，你阵会给因什么这个启示给因呢？哦，这个就是我有加我的经验。嗯。分享伫我的粉丝团，嗯嗯，哦，我的游戏就是破关了后，后边嘛有所有的研发组，嗯，哦，佮我申请过的补助款、是贷款，嗯，啥物嘢，我拢写伫后边。哇，就是讲我全部内路安尼行落来，我就要分享出去，嗯，这就是我本来开公司的一个想法，是，哦啊，互学生，嘛有互我进的台湾的少年囡仔，嗯。哦，伊是要做，但是毋知安怎做。我嘛有甲学生讲过，佮真个呢，我一世人，嗯，我做学生的时阵，无一个老师咧讲创业是啥物，有影，一个拢无，嗯，大家拢是讲啊，你要读册啦，吼，以后做医生啊，做律师啦，安怎啦，安那该安那该安怎啦，嗯，啊，但是创业无一位，所以我一开始来创业是做艰苦的，嗯，嘿，就是无人当问嘛。我哋安尼加全部的经验，嗯，爱分享出来，诶，是我的精神啦。是，哇，所以你讲这个那是游戏破关啦吼，破关这个背后这个故事，其实是你的这个精神所在啦吼。所以你真正这个游戏的这个底底，就是藏伫你的游戏背后这个背景这个部分。大家敢若耍游戏，上尾啊，这个一定要看到到。我希望讲我的游戏。不只是游戏啦，嗯，因为大家有玩过，还是实况出来，是顶关的，做有名的人玩过，就是讲，我希望我游戏内面是有灵魂的，嗯，哦，伊个灵魂就是台湾的灵魂，是，哦，台湾人的灵魂就是温柔啦，嗯哼，哦，佮坚强，就是安尼，虽然讲，但反省过即个历史的假使，哦，历史的事件。但是我们能看到咱最后留下的老伙仔人，嗯，因那是最后是安怎个倒到爬起来，嗯，诶，老人会过身，是，但是希望就伫因那身躯顶悬，所以迄个时阵牺牲的少年人，嗯，哦，还是迄因那的爸母啥物，伊牺牲起来无要紧，但是就甲成果留下这因那，嗯，佮继续，是啦，行落是。嘛是一部分的，咱咧讲这个转型正义滴啦吼，尤其咱咧讲过去，咱咧看这个返校吼，返校，伊嘛是过去这游戏来拍做是电影，嗯，后来咱咧这个拍鬼，我都拍做电影无，哦，希望嘛是会使啦，嗯，因为这个电影阁是另外一个专业，是，诶，这只爱电影公司来找啦，嗯，啊，因为咱进嘛是第一个作品尔，嗯嗯嗯，哦，嘛有足济个。该改进的所在啦，嗯，诶，咱所以讲，咱后来咱阁有第二张拍过的第二张，把这个故事全部讲了。是，第二张的这个概念大概是啥物？伊就是讲，阮进第一张的故事甲讲一半咧，嗯，其实内面有做者伏笔啦，哦，阁有做者物件还袂解释了，嗯嗯嗯，诶，第二张就会出现，嗯，对，所以也先放这个。算游戏人，等一下吼，这故事念面都出来啊。对对。嗯，但是咱咧讲这个游戏产业啦吼，台湾拄到的困境，尤其你讲这个创业真困难，现主是台湾上大这个问题，伫游戏遮吼，会拄到虾米款的这个问题咧？诶，伫游戏啊，第一个资金，嗯，这个是上大的挑战。是。诶，我就有时家咧想，或者做一个老师，我嘛存了。袂少啦，不得袂少啊！但是一做来拢无够啊，拢无够啊！哎，一当两当就烧了了。嗯，哎，啊，就因为就无钱啊，所以爱去找补助款。哎，补助款是政府的，啥物？卖找外口的，啥物？汽车贷款买哦，哎，做做有人冲来公司喷菜，你就挡袂掉啊。嗯，哎，就较乖乖的吼。是。啊，政府一寡资源虽然嘛无济啦，嘛无够。是。但是。租金有做者所在当找啦，是咪？有申请的美甲无？申请的美甲哦，嗯，诶，
申请的美甲，就是你爱甲你的第一道写企划书，献上去，因为写这企划书真正是入门第一件要做的代志，后壁啊，你爱面对的是差不多要20位委员吧，伊就坐伫下骹，安尼啊，安尼看你报告啊，是，哇，你坐下的人你袂惊死啊。后壁哎，坐伫下骹拢是安尼看你咧，看你会变啥物梦无？对啊，伊就做养甲的啊，就所以讲，即个创业吼，真正是一个是我即世人上艰苦的决定。所以讲，少年人吼，我嘛建议啊，少年人你爱创啊，创业你爱趁早，趁早了吼。像我已经35、37才拄开始的。对啊，我已经有年岁啊。啊，也是讲我会当少年加20冬，对啊，我25岁就出来创业，哦，安尼计划好。所以我咧建议真个少年人吼，爱创业，趁早，趁早，是。头先你讲到资金是这个动画，到这个 anime， 这个创业的部分啊，是拄到头一个困难，啊，第二个、第三个。哦。第二、第三个就是讲你的能力，少年人的能力，你能力是愈侪就是愈好。有呀，因为你是创业类吼，你不是做一个人的工作，你是头家的话，你是来做十个以上，以上。所以讲啊，为什么你的能力愈侪愈好？就是你能力愈侪，你会当省的钱愈侪啊。有呀，因为种你一个能力无，你就要请人。是，你一请一个人2万、3万。哎，进2万个违法哦，你还老健保啦吼？哎，啊，给老健保一类，你一个月4万走袂起啊？这成本的按算嘛是考虑伫内底。对，两个就8万嘛。啊，一单偌济？是，就要9万，就要100万。请两个人尔咧，我家己阁无薪水咧。对啊，即所以讲人讲，啊，你开公司哪会一单就爱开100几万？哪有可能？无哦。成本的按算啊，人力啦吼，各有因的这个画图啦，各有这个定色的这个设计，拢是钱啦。啊，你家己成本也无算嘞。对，拢无算，我是无薪水的。所以我进拢是食泡面，真辛苦。袂当食伤好哦，袂当食伤好。上好就差不多一个月过200块尔。是，所以安尼一路行来啊吼，这三冬来，你过去的时阵嘛，做过咱这讲这台湾高军法啦吼，是，做这个政治放假，现在做这种较笑亏啊，是讲啊，较有淡薄目到政治，但是有正经，但是佫袂使伤过正经这款代志。是，一些娱乐啦，大众娱乐啊，因为讲咱迄个时阵就是台湾选举，就是一个足大的能力，是啊，我就想讲，因为网络创作就是安尼啦，就是讲你得爱一道网红过，是，你爱知影迄个是啥物病，迄个啥物状况，知影这个趋势是啥物啦，对，网红是啥物，你得爱红过一道，你红过一道了，我就是有经过这个经验，是，我说哦，网红是安尼，网红一起哩，伊可以落来啊，哦。啊！一落来的时阵，你得爱安怎去调试你家己的感觉。迄个时阵，哇！一暗时破10万人的留言，你真正唔知安怎麼回。爆红就是安尼啊。是。但是过一日过完了后，无人来看。你的心态。心态安怎去调整吼？对。所以买手咧做这个拍过的时阵，嘛是讲这个游戏啦吼，本身。要咱做较好，就是过去做这个，咱讲网红吼，台语叫做网青吼，青甲抓袂了这个青，所以你有经过这个经验，啊嘛去做一个调整，啊买手来创造这个拍鬼啦吼。上尾啊，一句话来小解讲这个拍鬼，这个第一集啊，第一章也好，第二章也好，伊上大这个精神是啥物？拍鬼的精神，其实就是台湾人的精神。是，哦，就是讲咱台湾。较近的，这个国际形势同款，是台湾就是足可怜嘛，就是为我细汉到大到近，是台湾拢欺负嘛，啊欺负就欺负，但是咱台湾人嘛无倒来啊，但是
愈徛愈在啦吼。对 对, 對。所以咱会当看到拍鬼，就是甲这个台湾人的精神，甲表现出来，今日非常感谢咱的岳汉来到咱这部现场，感谢。谢谢谢谢。岳汉天地将修魂，汉大人权坐拍鬼，今日台湾新疆界文化新台湾，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后回再会。感谢，多谢，谢谢，谢谢，多谢，多谢，真赞的故事，就赞了。哦，全台语真正足足惊哦。没啦，你真真认真哦。足久无甲阮，我环境啦，无人甲我讲。你讲你较早住客人庄，还是处理的人是客人，不是？阮爸爸是客人。哦。我虽然就是伫客家庄，嗯，那边长大的。嗯。哎呀，后来是到高雄，我妈妈也讲台语嘛。